你是怎么给送过来的? 这些你都不记得了? 你的父母压根就没露过面儿。 我们一看, 嘿,这白净,雪白, 跟个小瓷人似的。 就给你取了个小名儿，叫瓷儿。我闻见那种洗涤剂的味儿，我知道他们很伤手。姐姐，是我，我是郭迪。我在这儿住了7年，我妈当初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？后来把我接回去。袁妈她对我这么好，从一开始。 袁妈就当你是她儿子。我一直被一种感觉困扰。当我看着一个女生，就像咱们这样面对面，或者是在街上匆匆的片刻对视，我看着她，自然就有一部分欲望被调动起来。 我就这么看着他，我感觉我在侵犯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我看见天还是黑的，我真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，好像天要永远黑下去。我蹲在流着臭水的厕所，水泥墙黑漆漆的，房顶好高。 我好像坠入了深渊。也许我不能体会到你的感受，但我确实体验到了一种痛苦，因为在刚才那一刻，我感觉我非常想爱你。我不希望你知道，你应该是亮亮堂堂。 疼的，我可不给你，我可不给你，妈，我就是死了也什么都不给你。你快向他忏悔吧。